我是猫咪，欢迎来到我们300个恐怖游戏不被吓到挑战。那我们今天带来这款游戏叫做 Depart Prototype。 OK， 那我们就直接开始吧， Let's go。 它画面其实还不错耶，画面开始有点卡了，这个地方看起来有点不太妙耶。封闭恐惧症要注意一下。好暗哦。 Wait shoot，叫我射啊，我要怎么射？用我们仅有的下面的这边一扇门。Play 一。灯开啦，我靠，好亮哦，这样就对了嘛。 OK， 那边看起来有我们要的东西啊，我们非常需要那个啊。是不是这个？转一下。Oh my god， 真假的啊，我要拿到这把枪吗？哇！我第一次看到恐怖游戏是会给枪的，我跟你讲，现在我才是那恐怖游戏里面的鬼，你知道吗？鬼要小心一点了，受伤的是他，我才是真正的 monster， you know monster。干嘛干嘛啊？谁开门？What the fuck？ 哥们，这个有点暗哦，哥们。那我们还是不要进去好了，我们走向光明的地方。Hello， 这到底是什么地方啊？幽闭恐惧症啊，不太舒服呢。这个链条是怎么回事啊 ？SM 是不是 closed？ 锁起来啦。可不可以给一把枪，再给一个手电筒啊？这音乐有点刺激哦。你好，那安安这个角色走路的时候一直在给我晃啊，希望它不会造成我的 3D 晕啊。Hello， 我靠，这是我心心念念的手电筒吗 ？Oh my god, baby， 我靠，我们的枪装上手电筒啦！I can be the monsters. What the fuck is this? 这个是来吓我的吗？这是蛮好笑的哦。不准吓我，我等下给你一枪哦，我直接把你头爆了哦，小王八蛋。God, what is this? 对啊，我应该要打到他的脚吧？这边还有我的弹孔，是咋回事啊？我应该是没有炮枪吧？很刺激啊，这游戏。走后面。Oh my god！ 往下走看看，刚荡掉了。是谁？Saving 代表有东西要出现啊 ！The monster is me。来啊，我现在给你存活的机会哦，吼！先把这个转开啊，转完了，面看起来是不能走，所以我们只能走这扇门啊。Shoot！ 这什么钥匙？你看事情就是这么顺利，完了。开门 ，this way， 真贴心啊！还有喷油漆啊，告诉我走哪。这是蛮好笑的哦。等一下，我觉得毛毛的，是不是有人要来找我了？怕啥呢？我没有枪，壮胆壮胆。OK， 干嘛干嘛干嘛 ？Where？ What is that sound？ 可以走了。干嘛？什么声音啊？还是有人在拉肚子？那个便秘声有点大哦。干嘛？干嘛？完蛋！枪！你上枪！
这是哪里？哦，哇哇哇哇哇 ，bro， 三枪、四枪还不死，五枪、六枪还不死，为什么？拉肚子去哪啦？我拉肚子，瞄一下，当，跑枪了，一枪，啊，不是，好，拉距离。他应该会有两只。哎，我啊，不是，有一只在我屁股。等一下，我看到了，要转那个嘛，然后转那个之后，这边的大门应该就会开，然后就可以过去。还是我引出来外面啊？我引不引得出来啊？我们先看豆豆从哪里来。我干，豆豆就是从我家来啊！我操！2、3、4、5，还不死！你这不死之身小坏蛋！啊，这个又是谁啦？哎，我真的像极了这个一群黑人开 party， 你知道吗？还是我要射他的眼睛？看起来没什么用啊！哎，有哎，他倒下来了，快转这个！啊，转太久了。全世界都来！啊，这又是谁啊？三枪搞定。好，引左边，小宝贝来，还有一个疯狂宝贝 ，Where is your 疯狂宝贝？来了，跑！A few moments later. 破了 again， 终于把他们三个王八蛋给他打死喽！天哪！Oh my god！ 好啦，我觉得我特战 OK 啦，脱线练好啦。OK， 那我们今天影片就先结束咯，那感谢你的收看，我们下次再见，拜拜。